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咱这师兄，伊往生去了，烧一挂舍利子，金色像这金色舍利子呢，足用的足牛的呢。啊，伊敢有像咱咧修，平常呢都听佛法，做好事，行好路，哈、啊，尽心尽力教好学生呢。结果发来呢，舍利子偌水呢，真济粒舍利子，金色的舍利子呢，啊，伊一定先对东方呢，才对西方去啊嘛，这一定的嘛。啊，咱。李仁图啊，妈妈呢？往生的舍利子烧几啊千粒，遐你就舍利子在家修行嘛是有啊。啊，咱啦一有咧讲啊，我一心要来修行，是讲咱修行的道场，日常生活的修行啊啦。咱的家庭都是道场啊啦，家庭都是道场啦，主持啦，一个管家啦，我们叫东家。啊，咱这出家修行，在家。出了家就忘了家嘛，误了家啊！出了家，误了家，忘了家嘛，爱把家忘掉啊！忘了家要成立一个新家呢，新的家，新的家呢，新的家呢，哈、啊，那种看佛家叫佛眷属啊，佛化家庭，道场都佛化家庭。无论你出家在家，咱伫世间的家庭都是道场啦，家庭都道场啦。啊！唔知咱大家爱珍惜每个人的家，即使你碰到很不如意，碰到红塞母煞煞的，你要是个忍呢？你要自己当是家来菩萨原谅。啊，家里的厝都度未好势，你要度啥人呢？是不是？啊，是自己的太太呢？哈、啊，心性感觉真正郁卒，未看未开，烦恼有够侪时，咱做先生的呢，咱一定爱多包容，一定呢，哈、啊，多用点心。去关心他，啊！你这家庭都是这是道场啊。曾经咱一个师兄，那个老师，吼、哦，我无咋修行啊，我无咋修啊，我想无咋修。你知影，阮厝吼，阮某那笑的呢。我哎、欸，你猜你骂你某笑的？是啊，吼、哦，我吹牛念，我咧念经都徛喺边啊，啊个一直个监督，吼、哦，大声声手插我头。你一直念着，唔对，我念我半钟，我就个画唔对，到底伊也唔知把人把个画唔对诶。吼、哦，伊阿侬唔知要来修行，干脆我好唔爱修啊。我讲这都是真正你的啊，你何啥考验的老师啊，你的导师。哈、啊，你卖讲修哇太太安尼，你一拖太太落当作修，当作念则对。你卖只能哦，快点念我来修行就好，我以后则当个道理。骗鬼！你若修无成果呢？反正太太是修正果呢。迄阵你毋是互太太阁当阿多，安则对。人阿某同齐修，咱毋通讲家人要家己修。哈、啊，我讲吼，你若修成正果以后吼，你会道场当中会拄着痟，你知无？会拄着痟诶，会拄着痟诶，因迄个就是甲你共款，视线是你家庭。你除了笑，你就不度啊！你以后要安尼去度众生。我常常想这咧，一天捌拄七个精神起问题，来到像这面头前，伊啊坐囥里啊咧，伊唔坐，哎呦，脚啊，踢一片片好练过来，练到佛祖的佛道脚咧，酷酷练，赞无咬无，甲法王赞无咬无啦，我你足咬的，赞，你有在弄对脚骨踢到出去，吼，直接来一个白多脚咧。开始都还细咧，开始都还就咁坐唔走啊！啊，坐都还下咧，困咧，咱阿哥都无管，哎呦，困咧只，困咧只咧，啊，困人咧摆，啊，都在厝大厝，家己话唔出来，家己话唔出来，啊，唔出来咧，啊，伊就带哦，在等人坐，人家摆好好，人家摆一伊就开一个，
哦，要老死，母命母命好势，哈、啊，迄个到尾啊，好，那么哈、啊，我讲恁莫拜，你甲拜，伊会愈欢喜，愈拜，伊会愈想要，伊是无想要出来，拢莫拜，啊，一时啊，无人拜，无趣味，我要出来啊，是啊，这是邪迷心，邪迷心，邪迷。因为无写无政治正见，啊，参加人修行，就是甲去甲人坐红坐桌头，坐桌坐嘛坐困桌骹啦，困红个桌骹，困到红个桌骹咧，头脑缺氧，缺氧去所发生的问题。好啊，所以咱这里过去自性自度，是名自度，家己度家己，爱有智慧，你若无智慧，绝对无可能度。我这就反对咱这一嘛这叫做。修灵修，我灵修起身呢，但是我反对修灵修。为什么？你修灵修一直爱含经典，一直同时读经、悟经，你才袂悟的。哈、哦，领悟的悟嘿。那无呢？你干那哦？我在做灵修呢。所以咱台湾目前真侪灵修的鬼片有够侪，包括金门，金门足侪灵修的，金门顶只七成呢。真正七成在修行的，拢有外灵之外，七成。我只会去金门看下空，足惊吓，家家户户所有的供养啥全唔对，唔对咧，变成外人外灵来接，外灵来接，足恐怖的代志。我看还好，我找时间，这时间，好，专工，唔是要去游览，过来金门弘法，好，今日咧，将这个境界不如法的咧，好，会当改善掉。我今日去到咱陈师兄因家，一正平呢，吼，一个目睭金箍箍。我你免看啦，我袂甲你看出去啦。金箍箍像啥？当时遐就我震惊死去啊！啊，去到主神公是因家的什么神？所以说神呢，要因家要要拜，结果唔是啊，金箍箍。嘿，迄金箍箍，伊吼，咱普通有戴皇冠啥，结果唔是阿苹果的帽啊。很老粗的阿兵哥无啊，哦，那第二想要讲呢？我迄个都在李光前面去看，人普通呢，为着护法呢，拿剑，甲着拿刀，嘿，伊个护法呢，拢穿地钢盔，拿卡宾枪，伊个雕刻嘛是安尼啊。啊，李光前的一庙面头前，庙面头前吼，人一般咱都庙头前都围头，甲迄个雕迄个像。伊毋是，哈，去雕两尊举卡宾枪诶，迄现代诶护法，迄现代护法。我说这毋知爱到几年以后呢，即、這个法界，有即、這个有定障诶代志，才能度过、超越、跨越这烦恼，可能爱一段真长诶时间，真长诶时间。好，咱过来讲，和平、自性、自度、自性、自度。即自心中邪见烦恼，于是众生啊，将正见度。既有正见，使般若智打破愚迷，于是迷妄众生个个自度。一个人。都是咱的思想的障碍，就安尼跳过思想的障碍，跨过去，跨过去，或者多，或者多。啊，咱自心，咱自咱心中邪见、邪见，哈、啊、邪见。咱即摆真正修行的，咱前一站有咱的师兄，哈、啊，伫南部师兄哟，啊，咱的王明宪王讲师转来，啊。阿、啊、耶，老师啊，咱真济师兄啊，你听到有诶讲，哎呦，莫念阿弥陀佛咧，这样袂使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过期啊啦。阿弥陀佛是安过期？咱本性是当时过期，我请问你，恁诶本性有拍毋见有过期未？一记哩，三宝佛，释迦牟尼佛。咱的觉性，咱人拢有觉性。阿弥陀佛，
你讲啊是过去佛，哪有过去？没有过去。阿弥陀佛等待的主性本性，药师佛、药师佛清净性、清净性，或者药师佛、三宝佛，这是三性清净性，好、哦，安尼觉性，好、哦，咱的主性佛性主性，所以阿弥陀佛就是咱的主性。那么请问，咱的阿弥陀佛哪有主性？那是过去啊，过去的佛啦、啊。那么咱会食饭的这些人？是啥人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咱台南班的同修啊，要对了，台南班的哇，能照得亮啊？选班的好，咱的清净性、觉性、佛性、自性，咱爱了解，了解以后呢，你主人呢，你能够自度嘛，你比较多嘛，叫做邪，这正见嘛，叫做正见嘛，莫那是邪见呢，邪见。邪见烦恼愚痴众生，那种烦恼起来，无趣啊的众生，烦恼想烦恼啦，哎呦，人想加烦恼，病未死，烦恼死，拢是烦恼死。所以咱人唔爱接触各种的烦恼。早上啊，咱的黄秀芝黄老师嘞，讲师嘞，台北最近开一班，将近50位左右嘞。烦恼啊，伤少啦！烦恼讲做，迄个租金贵啊，烦恼啥阿弥陀佛啦，这是趁足济呢，趁着社会成本。你反正咧，中间你所就带这个其中一个成分啦，后摆的社会利益，迄个无量无边啊了。那去烦恼遐要创，尽量甲加，加尾剩一个嘛甲加。凡事都安排的幸福嘞，是不是嘞？迄得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甲正等正觉，甲释迦牟尼佛也正等正觉，这各这样。那么安尼是咪？你那了大贪啊啦，个大抽哦，是不是嘞？不要有这种烦恼所以老祖可能背故为祝福的八宝精华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来者不拒。去者不留，顺其自然，不可勉强。有缘就多，有得就做，该顺天理，事事如意。咱本着一颗心，得行做，绝对无问题，免惊。所以咱足侪烦恼呢，迄是咱的正菩提。烦恼是予咱成就菩提果的。当时释迦牟尼佛，伊若无烦恼的时，咱今就无遮侪经乎他。释迦牟尼佛，伊若无烦恼的时啊，伊呢，伊呢，将来袂去出家修行，悟到真理，互咱找着咱本人，咱每个人的自性，咱的佛性，咱的性命。那么释迦牟尼佛，伊讲就是烦恼，遮咱以后人才享受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好啦，太上老君，老子也写道德经，道德经呢？伊若歹去往个跪下遐个考起来嘞，伊若去写道德经，所以烦恼会当成就无上的菩提啊！前一阵我过南屿，经过绿岛边啊，我赞叹着下个叫做绿岛嘞，是咱的中华民国以后的圣贤的出生地，圣贤啊，绿岛是圣贤的出圣贤呢。黄信介先生去遐闭关一阵，是毋是？徐明德啦，还有一寡咱遐啦，过遐闭关一阵，闭关一阵，都2300万人个供养，后下只有他轻，有他大，外口无人吵，伊就冷冷静静嘞，在遐会用对头去慢慢思考的民主，思考着民主如何去推动，这是上天的安排呢？上天安排呢？你莫啊，迄个用乖了，唔是安尼，你不要搞错。你迄是天意的实现，还要讲呢？好啊，思考。过去的自信，对过去的邪迷，过去的狂妄，过去的不善，过去的妄道，过去的恶道，等等的心，会当做一个真有条理、有条不紊。而且叫做思考，
啊，这是啊，这嘛天意啊。那么伫当时会足侪烦恼诶，那么到入面内底咧，当一旦你悟到转头一真理，真真正正尊重民心啊，尊重民心诶妙法出来以后咧，那么烦恼证菩提嘛，证明到菩提果嘛，菩提果嘛。所以咱佛甲你讲，无善无恶，无善无恶嘛，啊，就安尼来。但是台人办会无共款哦，共唱台无共款哦，迄阵。好、哦，邪迷心、恶毒心，迄种就不是正菩提啊！哦，哦，迄只爱怕了咖啡跌角落。啊，那么正见多正见，啊，既有正见，使般若智和八戒地打破，哎呦，八戒一大地位，才能打破愚迷，哈、啊，无痴迷蒙一众生。各国诸多，各国诸多啦。咱照我的一项一项，每个人家己去跳过过去的错误的行为、错误的思想啊、错误的心念啊，这叫各国诸多啦。每一项每一项，家己去跳过。那么你跳过以后咧，你怎么样来跳过？那一定爱做一个彻底的反省，彻底的反省啊！我这安心化药咧。安心化药，恁爱提灯读，提灯看，啊，按照安尼做，恁就会当足侪烦恼，恁会当破不掉。啊，咱伫龙井，闽龙井啦，叫做大雁。啊，一间梁先生啊，一位出家师傅嘛。啊，伊是少年就出家个六十几岁啊，迄阵结年六十几岁啊。伊一直对家己法门的修行啊，找不到一个中心点。啊，伫经典又遐尼深，无多去解了解你的真理。有一天啊，啊，伊听你讲呢，啊，咱赖老师啊，足好意啊，甲送一本《安心华药》去。一等下直直看到咩咧？伊就安尼去修。啊！家己按在在修持在做修正偏差的行为、想法，啊，甲个性，然后卖阁犯着，啊，都是怎样了？哦，足欢喜，老师啊，我修遐侪年啊，吼、哦，修几十年来了吼，我阁今日看着，我才知影修行的本意啊，修行是安怎修啊？哦，是足欢喜，伊才甲摸一下去送吼，伊也有缘的徒弟啊。啊，所以咱一个人，各个诸多，各个诸度，每个人，每个人，每一件，每一件，家己去跳过。人不是圣贤，咱冷冷静静，就回想过去咱的失意，回想咱过去的真正挫败，回想过去咱的好多真正烦恼嘛，好，等等嘞，那是咱每个人的享受，上大享受啊。上大享受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着众生啊、信徒、众生啊，啊，因来问事，吼、哦，问着有诶啦，哈、啊，伊开始娶两个某，啊，恭喜恭喜，你去享受着左右为难的果啊，恭喜！哎、欸，你无哎，你阿妹无路用诶，你得罪无阿妹，你骂你就犯口业。你也唔知因的因果安怎，唔知因是安尼样传，然后又传两个、三个、四个啊，伊也不灵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哪会使讲咩？未使你啊。那么只有恭喜祝福的，你两边我都相边爱相面光，吼、哦！你未使你讲哈，你甲过这边就过那边，过新的朋友，莫像最近吼、哦，咱的媒体报道咧，去美国打飞弹到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等下。怕会战争好一波，哈、啊！迄种个面相变脸，可怜啊！哦，可怜啊！有够可怜啊！阿弥陀佛啦！你若搬戏，你嘛搬戏搬得较成型；你若唔搬戏，你嘛小可较正直啲咩？是不是啊？较好袂呢，较歹袂呢，嘛拢你个某啊，对不？好、哦，嘛是你个翁婿啊。系咯，咱我拢个祝福，哎，恭喜你，你个业力现前。教呀，甲恭喜你！你是我比较爱上贫穷，那无烦恼是你家己所得的呀，想嘛无法度分享。
大家上看笑哈哈，迄是实在行呢。喂，各位姐妹们，咱家南顺的同学啊，迄是在行嘿，迄是在行叫人看的，不好过嘿，不好过嘿。哦，所以咱有个人看是看报电视的报道，你看报道，你爱正者以后呢，负面你爱去了解，然后看是在行。哦，所以啊，恁若有同学呢吼。啊，恁都无较缘投的同学咧，嘿，恁若要搁搬遐去哦，恁就较注意咧，爱有咧本领，啊，若无咯，烦恼你先，烦恼都烦恼死啊！哦，以前台中市地政署，迄条都地政署数学主任，伊是娶四个某，娶四个某咧，哈、啊，阮都有当时啊，都业务上关系都做一食饭，啊，张经理啊，张董啊，哎，我10年无困伫眠床啊。我咧困倒，拢困无客厅的碰椅，困客厅碰椅。哈，阮四个某拢联合，有班长、副班长，有诶总务主任，有诶事务主任。哎呀，哦，伊就开始，逐暝都困伫即个做啊客厅，啊客厅之前就坐，吼椅仔那碰椅软软，啊个暗时咧，遐就软软就甲收起来啊。就收一秒，然后困定定，困10年，啊，困10年。这个主持人我啊，恭喜恭喜！吼、哦，你看第一你有耐力，吼、哦，第一有耐力，啊，第二你有忍耐性，啊，啊，第三呢，哈、啊，你有咧勇气，吼、哦，等等，你逐项你都赢，吼、哦，这是因为真心啊，真心的因缘果报，哦，所以你有，那阮都无，对无？阮嘛碰眠床困较好少势，啊，恁就去困咧。啊，迄恁困有无人有诶啊？啊，到尾迄做啥物？即食饭拢毋敢讲，啉酒干一杯，吼、哦，干一杯解千愁啊！哈、啊，干一杯就解千愁。那咱即个主任先生啊，伊嘛是真率性啊，但是咧，往往业力向前啊，率性就拢无去啊，吼、哦，都无法度啊，吼、所以各位啊，咱诶牛市。好、哦、无期，好、哦、迷惘，迷去，好、哦、狂妄，是迷心等等的，遐生出来是啊，咱烦恼一定作多作多，各各诸多，迄拢是家己去爱一行一行去跳好过，一行一行跳好过，好、哦、啊，下来正多啦，未来恶多，好、以来地多，恶来善多，如数多者。名为正道，什么叫正道？啊，写来正道，啥物写来正道呢？足侪人呢，吼、哦，咱若写书写念的人，咱要用正念去读。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啊，伊讲老师啊，你讲起来真简单啊，我想无法啊，写来我走袂离啊，写书写来走袂离啊，干脆出来再写。你要写啊！我咧写啥？老师啊，我写念来啊！我足艰苦的，都蹛咧大殿啊，来，甲你蹛行，蹛行，蹛行。你是啥代志啊？因为我老师，我写念来啊，歹念头拢到伊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甲蹛行来行去，我干那么坐路，我坐袂了啦。念佛嘛，阿弥陀佛嘛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佛嘛。吼，伊就跟着坐咧，吼，合掌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。哦，一直念，念，再静落。好、哦，我安尼，你有啥感？有啥感觉？嗯，奇怪，都是遐写人拢教伊来啊！哈、哦，你牛啥物顶顶的歹观念，要恨他人、怨他人的写人拢教伊啊！结果真嘞，念不以后嘞，诶，无去啊！禅净双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建天坛，速得流芳禅机山。黄道之国平天下，禅净双修。
见证心，老天赐福建。